等着没有其他法子吗？过来，自然有法。娘子，你还怕人看啊？那是当然，是青天白日的。那就晚上。晚上也不行。将军，找到难民们腹泻的原因了。什么原因？是粮食出了问题，有人在里面掺了泻药。什么？去查。是。阿鲁，等一下。谁掺的重要吗？怎么不重要？粮是在哪儿买的？宣城。宣城的粮商和李阳是有勾结。还有一事，李阳是勾结魏人害你母亲的证据在我手上。阿禄，回城给我提审李阳氏，我要斩了他。是。李阳氏，你给我认罪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已经飞鸽传书给舅舅，太子殿下也答应我了，会把你先送到丹阳城再审理。有了舅舅和太子殿下，你青铜一定不能把人怎么样的。臣妇自知有罪，但李将军与臣妇乃是一家人，理应避嫌。臣妇的案子当交由太子殿下审理。你陷害本将军通敌叛国，还染自称是本将军的家人，李阳氏，你私通魏国，还不赶紧交代清楚。来人，给本将军打，打到兵卒不愿意招认为止。你不能滥用私刑。紫花嫩绿的树叶放进箱子里做岁月的书签，让它代替青春陪